2024年10月26日淡江大桥工程第二次飞行观察，主桥塔 U34 开始松模板，塔下钢结快接近悬浮状态，监控中心持续排水施工，淡水墩全区全面施工中。22T 板件组合接近完成。21T19T 由悬臂机悬吊，并焊接施工中。底下余留 ET 施工构台。放慢放大画面之后，可清晰看见钢结块主体似乎是悬浮状态，钢结块悬吊出现暂时不平整，这在大型钢构体吊装属于正常状态，在之后的钣金调整焊接施工之后就能处理完整。在此处，我们更可以清楚看见钢构体悬浮。这是台湾钢构桥梁首次使用大型悬臂机吊装施工的记录。焊接施工之前要先做钣金调整校正，从西侧开始，一步一步往东侧做调整焊接。
从这个角度看看悬浮状态更明显了。可见的外围部分是在悬浮状态，七组大型液压阻尼，连接主桥台与淡水侧，包含防震结构，用于维持桥台平稳。主桥塔八里侧也有极限阻尼连接。从这角度观察，钢构体在中间部位的悬浮状态似乎不明显。巴尼侧悬臂机也开始做悬吊压力测试。加上配重快，测试拉伸极限。配重快，悬吊配置中。悬吊钢构桥板西侧外围也是在悬浮状态中。钢索装置施工班结合点名分配施工作业。ET 悬吊之后，目前从西侧开始调校并做焊接施工。这次调校拉紧用的手动铰链，
仔细看，油压桶还持续在作动。从这角度看更清楚，调教拉紧用的手动铰链。这里是固定端点。这上面是另一端的固定端点。看完悬吊一梯钢结块，我们接着继续看上去。钢索配置施工班就位了，先把工作音架高度提升，
主桥台 U34 开始松开模板作业。塔顶这几天新增15锚定钢箱，击锤子大钢桶。这是在风中摇曳的钢锁链。今天风还蛮强的。
钢索班持续穿钢索前的准备工作。钢结快裂，复合式桥板，开始钢层板铺设。复合式桥板或许与单塔斜张桥配重有关，似乎要借此分摊长墩班里墩的拉力。钢结块的衔接，焊接施工持续进行中。这里也有焊接施工，这是 U6+5S 镶梁预立钢套管延伸施工。
监控中心，排水设施持续施工中，还有很多事要做，请继续努力。感谢工程单位及所有参与的工作人员，大家辛苦了，也感谢大家持续关注，谢谢收看，感谢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再见。